耶稣向邀请他的一个法利赛人首长说，即使你设午宴或晚宴时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兄弟、亲戚及富有的邻人，怕他们也要回请而环抱你。但你即使设筵，要请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人。如此，你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。但在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必能得到长报。